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家个半岛无情分行 Jacob， 今日同大家嚟睇一个韩文词嘅复式句子。佢唔单止嘅景观可以望晒成个九龙塘全景，更加可以睇到笔架山同埋呢个狮子山嘅山景。今日同大家介绍的楼盘叫做明宇，位于韩文田传统豪宅地段，全栋玻璃幕墙的设计仿如玻璃屋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看看这一间实用2721尺的复式巨宅。巨型的大厅，3.5米的楼底，气势磅礴，而且全屋4间房三个厅都有一致的气势山景。落地玻璃配上环厅的设计，全屋采光度十足。前临整个九龙塘屋地景，远眺笔架山及狮子山。厨房方面有明火的紧厨，想要镬气的中厨区一定满足到你。而出面亦有一个备餐区。在第一层有一间客房，方正实用，客厕为明厕。上层有两间套房，一间客房和一个家庭厅。多人住的家庭厅可以间多一间房。重点来了，总统级的主人套房，双门设计极具气势。前边是衣帽区，另一边就是主人房主要的空间。巨型主人房同样方方正正，而且每日都可以饱览整个九龙区的两座巨山。主人套厕则以金色为主调，带出奢华的感觉。双星盘、浴缸、企缸一应俱全。来到第二间套房，同样有一个衣帽的位置，套厕亦为明厕的设计。我们再看埋最后一间客房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 WhatsApp、WeChat 甚至打電話俾我。唔好諗啊，啱嘅即刻打電話俾我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